上周末，曹鄂江马拉松系列赛耕读管溪马拉松在浙江上虞鸣枪开跑，赛道途经万年管溪、五经牌坊、十里桃源等景点和地标，1000余名参赛选手奔跑在千年耕读小镇下馆，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享受田园风光，体会耕读文化的独特魅力。